宠物店故事多，喜欢关注走一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。话不多说，今天的主角登场，就是我们家这个悠悠。一个年过的，把他身上的毛啊都打结了。今天帮他整理整理，给他绣个造型啊。老样子，帮他身上也给剃了，都打结打得一塌糊涂啊。身上继续剃啊，这个毛长得一塌糊涂。悠悠啊，你还有脸见人不啊？都已经这个样子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小胖子，剃完之后还这么肥。我们现在帮他洗澡去。来，你们看看小胖子，真的胖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太胖喽！我已经给我们家悠悠澡洗好，基础工作都弄好了，现在帮他修头。一只狗狗好不好看，就在于头了啊。各位网友，我已经帮他给修好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，看看我们家这个悠悠小胖子好不好看，是不是还可以呀？好了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喜欢我们家这个小可爱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拜拜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